我才毕业两天，就给阮老爸讲，我袂晓做田啊。要不要做田，要不阮有田嘛？我讲无啥做，无啥做，就叫我把我送来台中市平顶街十号迄个三民理发厅，伫遐学西来啊。遐学西来就爱拢爱做这工过啦，爱实际上去做啦。你讲恁按遐有诶无啦吼？讲诶，怨天怨地怨后兄怨两爹怨同辈，啊做了怨是伫每工无做才艰苦。伫过去做剃头师、学手艺，是一项真辛苦的工课。但是对阮今仔日的主角黄鼎峰来讲，是一世人的坚持。做剃头师这道已经超过60年，一世人一双手，从来无停落来。虽然已经70多岁啊，但是同款甲伊的太太，就伫个一间剃头店。好手艺，唔呐，还有真侪老顾客，嘛赚到满满的人情味。到底伫个这间传统的剃头店内底，阁有虾米款的故事咧？这个是我咧做。我常咧讲个，七心行，心行，吼、哦，家己个心内，较七落清气性。迄个冷静吼，我仔细个冷静吼，啊去思考去看吼，体会吼，啊才讲，哎，要遐呢，啊，你人嘛，安尼像安尼个七七个人，安尼着精神真好啊。心内真清净啦！你着用开朗、轻松的心情，甲做就好啊。啊，莫哪做哪要想想遐有诶无诶。啊，即个你着嘛是人生，你家己感觉快乐吼，用心去做就好啊。油头革命嘛一天啦，快快乐乐嘞！你即摆照镜吼，照镜你看家己吼，还笑笑嘞安尼吼，哦，我精神偌好嘞！你拼事业的心情，甲即久无共。即久是我是拢逐项拢发落好吼，啊囡仔拢乖乖，啊大家拢各人一家一业啊吼。虽然我无啥物啦，但是有一个做方比的，互因安尼就好啊。我啊，着即摆着无创啥，无创啥着认真，认真做啊，有善事着罔做。所以，我讲这個，毋则去找这个环保来做。啊，无你呾常常坐遐，一日着拄过。有啥物用用？你甲想吼，点点仔咧甲想想家己的过去安尼啊，做工过吼，人讲做会心的一笑，迄心肝内真好。这伊有够久啊！人讲意思是吼，还是讲人来？要来整理头毛是规个安尼，无整齐嘛，吼、哦，啊无整齐，啊着甲整理，你着出现容光焕发，
吼，光生光生出去，吼，即我解读是讲安尼做明光啦，吼，真明嘛，还搁再真光生安尼啦，意思是安尼啦。因为迄间店较早，迄间店是拢请查甫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即摆因拢要去做兵，啊，即摆换了改，拢要请查某，阮就去互伊请。啊，伊就去做兵，啊，拢会礼拜天、礼拜六会去迄店遐佚佗，有熟识去找头家看看。啊，就咱就讲共间安尼，啊，来讲，哎，啊，就到尾啊，就啊，因个头家娘，伊就叫迄个头家娘讲，啊，去阮家讲。讲真，哎呀！八十八，加我十二岁。哇，你讲这，我老是讲到这边去。他们，谢谢。叫做消费啦，人家消费，咱那个弄一下。罗师兄啊，罗师兄，我搬来这家二十多年，就开煎二十多年啊，有够久啦哈。因为我捌去别位见过吼，啊，无遐幼秀啦，无遐拢粗粗鲁鲁安尼，啊，就感觉伊即个较迄个啊，较第一较清气啦，第二吼较功夫啦，啊，较精进安尼嘿。人家都也无小气严嘛。人家讲也无小气严，菜脯筋也讲咸咸。那讲台中市的迄个地头店安尼哦，你我听哦，我那前几日经拢见过啊，啊，倒来我前十多年前来遮见，啊，见着掉嘞啊，啊，都功夫安尼，我感觉我咧讲真诶好安尼啦，所以即个来要找即卖即个老师傅功夫哦，真少啊，所以就从安尼调，我就拢从安尼，都上班一个月一定爱来一摆安尼啦，算上班安尼。我上佩服伊就是吼，伊对瓷器吼都蛮认同的。他不是只有心理认同啊，他还会以这个以这个点来做替瓷器来说法，就是讲啊，那有较有行善根的人呐、啊，他都会讲一些替瓷器哈。说一些法给他们听，啊，主角在做什么？啊，摕一寡杂志，还是月刊，给人家看安尼。啊，他就是把这个地方当作那个说法的地点。哎，俗话所讲的“说足迹，做足迹”，啊，咱这讲这也无白害啊，也毋是去害人啊。哦，啊，就罔讲人客嘛，听下来，就加减罔接受。遐嘛听袂落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啊，我做一个人客，一定落十块。这是去迄个培训了去巡军吼，去巡军转来我就开始安尼，一个十块，我再做五个，我就落一个这五十，安尼，哎，你每工我安尼做。阿弥陀佛。阿奶讲的，嫁到阿妹哈，嘿呀，嫁到就是爱认命，对吧？嘿呀，阿奶讲的善良就好啦，老实就好啦，有爱心安就好啊啦。伊的心啦真善良啦，啊真有爱心啦。阿奶讲的，
看到人家艰苦人，伊就安尼，伊讲哦，咱若伫咧台湾就足幸福个啊！你看人外国个安尼，拢安尼，无通好食，无通好穿安尼吼。即个以前物件，对无？爱训练到即久，爱烧，吼，即拢要好用，啊，吼，你看我哪里烧？哦，啊，你也会晓顾，哦，你物件也会晓顾，也会晓保守。啊，阮用到即久用几年啊？你来算看，五十，即差不多五十三年，五十三年买，五十三年、五十四买，还用到即久。哦，阮嘛是拢在用啊。啊，阮有在安尼顾啦，啊，即卖人毋是啊。我看某站迄物件，逐项哦，迄个衫裤规个吊牌也袂加着，规个好好来，单条哦。啊，你先无道理，即人个，迄尤其迄囡仔偷一项囡仔物件哦，真浪费啦。嘛，无利用即个时间，人客来我就袂走了。啊，你拢利用几点？拢在十二点啊，一般拢在十二点啦。啊，你这当阵风热呢？啊，热无要紧，一点尔。啊，你做的时阵嘛真热啊。袂啦，你做咧，这叮当就袂热咧。无你做的时阵，叮当就热咧，就袂热咧。咱这劳碌命用得真艰苦咧。董事长啊，空调无紧哦。无紧。啊。OK。当地，我来做这个地主的，这个就杜姑啦。杜姑要看电视看了，要看下一寡老菩萨做个正欢喜，个身体要健康，要转去找观宝站啦。啊，找观宝站就找啊找，找到位位大堂啊，平时啊，我大啊，个卖都等下遐。位啊过则看到讲，哎呦，啊遮哪有一个租借环保站？啊，都租借伫啊，才入去甲问，啊问伊就讲，啊拜一，啊拜四，啊下晡时啊点半到四点，啊咧啊转去就讲，恁太太讲安尼，我要来做，吓啊，啊就开始做做到即久。黄鼎峰师兄他真的是一个典范，就是说他虽然默默的做，他完全都不会去计较说他的，这样说，如果说不管是下雨还是什么啦，还是天气热，还是有味道，他都是默默的一直在做。后来有一次他甚至他捐了榕董，他也没有告诉我，他就静静的捐。后来是榕董暗示跟我说，哎，你们有一个师兄有捐了榕董啊，我拿一张邀请卡给他，我才知道他捐了榕董。那怎样讲靠先生款，咱家己本身靠过头去啊。要有需要，咱的力量，咱就甲斗三工一下。你嘛无把当下人随时要安怎，无人知影。你今日讲要等下，等下再做，等下，我等下你，你就要再来做。即马交通拢是坐公车啦，嘿。有火的人就一定要出来，嘿，无可能要踮咧内底。
来遮就变作讲吼，因遮的照顾好，啊，咱有法咧来遮甲服务吼，迄感觉迄个都心情真好啦。啊，厝的咱是为着趁钱尔吼，啊来遮是完全甲因服务啦，啊这嘛是爱可遇不可求啦。因嘛，你无安排这时间，你要对来个做无啊？趁钱无一定快乐啦。啊，你若来做这款的吼，迄无形的，真是快乐啦。有来做做，等下暗时啊，家己嘛静静咧想，啊，看成这菩萨安尼吼，你为少年嘛是艰苦啊，对哇？而且世事多变化，对哇？无一定讲老的，无一定少年，对吧？你要把握当下。有法的，爱拍拼做，哎、欸，有当时阮太太咪甲讲啦，我爱做，我加做一寡，对吧？安尼，啊无等下佮袂做，要做要得做，76啊，啊来佮遮老，佮遮莫讲老人啦，遮菩萨有因嘛是少年啦，啊就透早来，就罔甲因开讲啦。我未来，因就直接等我。我8点钟啊来，我都甲款款的吼，哎，拢排头班的，透早拢来遮在等啊啦。这个做好的用个清气啊，后壁边的人唔知袂拉啥。这个唔知几好看。但是我的寻根转来都，开始讲变有点重，就60块，就两三。4、5、6、7、8，看电视，大爱看迄艰苦人啊！真，啊，我讲啦，因为你若讲10块要捐互送，咱嘛唔知影啦，对哇？哦，你怎落头落尾，当然你讲要捐10块嘛不可能啊！咱着统筹做一个，哦，互组织，伊才有法去发挥，对哇？才能救较济人。你要干啊？因为这张号码牌，我觉得让我刚看你师兄他，因为他每次拿这张牌，然后就换10块钱，然后对他才知道做几个，然后投入我们慈济的那些竹筒，然后就把它捐出去，我让我非常的感动。然后我就跟师兄讲说，哦，那我也要。哦，因为我之前以为说他拿这张是把这张放进存钱筒里，他说不对，你要拿这张，然后换10元放进我们那个慈济存钱，然后捐出去，然后有这样子的动作，小爱化为大爱，我觉得他好棒。要有做心情就快乐。啊，无嘛做咧，无身体嘛较健康。迄人客话讲我来了嘛，讲我头家你即摆加足好看诶吼，我感冒了。13、14，我今仔大丰收。师兄，所以这种代志就是比上一个快乐。对啊，哈哈，哎呀，做回来就欢头一面，哈秋葵啦，这张嘛秋葵啦，我们太太现在种这有诶无诶，还种伊咧种，还管理我咧管理。我食简单。
然后佚佗嘛，佚佗过去啊。少年翁仔某较早有请师傅啊。少年翁仔某带咧出去都半个月一礼拜，嘿。所以唔好去佚佗啊。上因看咧，佚佗看袂着目睭啊啦。每天我们出出去去八上八下，就是安尼。翁就一个尔咩？啊，无你是要创啥？安奈讲个，翁若爱顾身体，爱顾安吼，大家拢爱顾。啊，无你干呐，一直拼拼拼拼，迄啥你知影？拼个数字尔，迄数字是要怎？用偌济，食偌济，对吧？拢也是差不多安尼，对吧？咱莫想讲哇，人个比咱较有，啊，咱就来安尼拼，甲伊同款，唔免咱啊，今仔有通食，明仔载唔免烦恼，安尼就好啦。这青花真好吃，那豆也真甜。没得。啊，我今早，我出去无予你了。可以，可以。可以啊。嗯，可以。好，再来一份。素香味之前，吼，阮太太，伊免烦恼我啥，伊边煮啥我食啥，还佫知影我口味。嘿，你真配合我啦，拢顾翁啦，嘿。台湾艺术家李国修讲过一句话：一世人会当做好一件代志，就功德圆满了。丁峰一世人拢伫替人剃头，做好一件代志，互伊学着好手艺，嘛圆满一个家。即卖的伊，嘛用这项专长来付出，参加义诊为大众服务。虽然无赚钱，但是心肝内有满满的欢喜。伊讲，付出所得到的满足，是较早拢感受袂到的。这金师爷册，我足早就买，我嘛买金装本啊，啊，拢送予人去看。要学得平常心，一个人若有平常心，则无论遇到任何环境及挫折，都要能够真正安然自在，了解世间的形象本就如此，所以不害怕、惶恐或忧愁，这就属于敢那我的心境，对吧？安尼尔。